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Hello，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一，2022年。今天看一看，1123的探顶，我说过吗？周一这个数字绝对会高，真的是这样。周末效应，新房源805。涨价117，降价955 ，Faker Market 292卖掉的575，判定了，看见了，大家看一看，数字还是绝对高，1123。昨天和今天这个的数据是高于其他任何的，是最高的数字，好吧？跟着我去看一下新上市的房源，今天看一下，这整个这个 Keys 上，这有一个229万的房是这样的，楼下是车库。三层楼绝对应该有海景，因为它比较高。OK，French door， tile floor。OK，dining bedroom bathroom 就需要更新一下，这都是小事儿，将来都会可以改一改。现在用也是不说不可以，就是不是那么太高档，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更改的，但是 location can never be changed。You cannot change the location to go to the beach。So location is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In any kind of home search， 还行，挺好。200多万，这个没有物业费，可以停床，可以用房车。99年的房不太旧，但这个房上边这是 wood frame， 下边这个像是 concrete block。看一下 ，see block and wood frame。这个你再看它这个盖的房这个结子，这个构造，你看出来？楼下这是 block， 大水淹了抛了没关系。上边就是 wood frame， 看那个 siding 就看出来，这个 siding 都是一条木头盖上去的，钉上去的，里边都是 frame wood frame 啊，都是那些 2x4s。或者是 4x6 whatever， 所以这种房因为二楼嘛，它盖的这些 block 的话呢，也许是施工比较难，但是现在很多的 builder 这个 block 已经盖到二层楼，所以说现在有些 builder 二层楼的房，哎，它有的都是 block， 因为我开车经过的有些建筑商看到工地上它的二层楼不是 wood frame， 不是 wood， 是 block， 所以说这样的房对于年轻家庭来讲，住个10年20年的没有退休的那样的，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干嘛，但是在佛州一般呢来了的都是想要它的阳光，想要它的白色沙滩，想要退休来。所以说这种爬楼，每天爬楼锻炼身体也好，干嘛要？特朗普的第一任太太不就是从楼梯摔下来吗？但是现在好像还有疑问，说是用钝器砸到后脑门上，然后滚下楼梯。所以这些事儿真的是案子，还是真正楼梯不好都不好说。又说他家旁边的餐馆，他那个去有人说最近腿脚不太灵便，所以众说纷纭吧。所以在佛州一层楼的房好卖，就说你将来不喜欢了，你想把它卖了好卖。OK， 好嘞，不多说它，我们说这个房的结构，大家也每天多学一点新的东西，不断的听，耳朵都听的很多遍了，那你就记住了。所以呢，我会不厌其烦的和大家说房子应该怎么看。Tile floor， 好像是 double pane window， 厨房，这个 door 挺好，漂亮，但是它这是老式门，看见吗？这个好像用 cranking 把这个窗的折页这些打开，这些 fold， 这些 blinds。所以我看过在佛州的。有些老房是那样的，这个好像是那种 Formica 的 countertop， 比较老式的，这些都很便宜，都可以更新。OK， 橱柜可以，这个橱柜你不用大动 ，sink 这是老式的，可以更换。到 Home Depot 买个 sink， 给它一更换非常简单，我自己已经更换了好几个 sinks。这个房有个栏杆挺好，这个是 frame home， 看着他把这个房间变成了卧室，这个一看，你看这个是 block 吧，它这个像一块一块的，也许这个房间它加了 promoting， 也许它加入了空调，它就可以住人，没有看见的 ，so far 没看见它的棚顶。有那种 outlet 的 vent for the AC， 没看到。这个栏呢也挺好，比较大。就说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下雨天也好，哎，在这儿可以进行烧烤啊、party 啊、聊天啊、乘凉啊。所以这个位置有这个棚的都比较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它的窗户 ，double pane window，double pane， 一看这种 vinyl window， 就是比那种铁的、铝的这种 window 隔热、隔凉、隔音。OK， 这种 window 现在有邻居也好，朋友也好，都一 order 就4个月，从 Home Depot 要4个月才能安上，得花几万块钱。就根据不同的窗户，所以要花2-3万块钱。这个看一下，如果窗户都安了，就说这个房间它隔音隔热隔冷隔热隔冷隔热的隔音就比较好。double pane window， 你知道，好像是看不出来，看房的时候才看出来。OK， 现在呢，这个是 laundry room， 这个是 block， 都看出来啊，看得出来在室内，它没有加这个 drywall。然后你这个就看出来了吗？它是 block。哎，它这小老耐，所以说后院啊，这个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这种不好，窝水看到这个地方 ，OK， 这个不好，这个地方就说窝水，它才长这些 mold， 它才长这些绿苔，这个地方一定要低于这个地方，所以它加的这个没加好，一定要把这个土再挖一挖，一定要这个的
水平面一定要低于这个，它就不会淹水。OK， 这个房主有点懒了，没有把这个挖下去，把这土挖下去，一定要这个的地势高于这边，水才能流出去。这个房有这个弊病啊，是否应该能够纠正这个错误？在旁边这地方挖低了，这个地水流向低处 ，You know， 这个是个缺点。OK， 这个房大家要看哦。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事儿呢，对于老房来讲会有这样的毛病，对于新房，它的地势必须高，水一定要泼下去，水不能流向房子，一定要水流出房子。OK。要这个方向出去 ，OK， 一定要这个方向出去，不能有任何的机会把这个水流入你的房子，会损害，知道吗？就是底下 siding 啊，这个 foundation 这块积水不是好现象 ，OK。也许它的树很多，这儿比较阴，但是一定要用这个 level， 用这个水平仪看一下这个地势，这块高还是这块低。如果这边高，这边低，一定要把这些砖撤了，把这个坡度挖下去，把这个土这边垫高，然后让那个这边挖低了，把这个坡度一定泼出去，把这个水一定要流出房子的外边。OK， 每天你都在跟我学知识，学怎样看房，学怎样挑房的毛病。学习怎样，这个房子是应该怎样，水的方向应该怎么流，这个大家都知道。OK， 但是这些现象跟大家指出来，你一看也就明白了，好吗？好看下一个房，这有125万，哎，这个是无敌海景房，看一下。OK， 就在这儿，无敌海景房，全部都装修了。OK， 地面，嗯哼，这是厨房，有个小窗口在这儿，有的人把这个全部都打开，然后这块做一个 island，whatever you do，make everything work for you，you know， 这儿，他这个看见他这个窗户拉门吗 ？Why no？ 他这个 double pane window， 这家进行了装修。他这个房并不贵，因为进行装修之后，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这个是不是大理石面？但是它这个不是台下盆 ，you know， 洗衣机、烘干机可以 ，frameless， 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是很贵的，好几千。这个也好，就说家里来客人能够多住一个人，这种 closet 也可以。这个 floor 都是一样颜色，这个门也好 ，double pane window 可以看 ，double pane door 应该是，但是没有亲自看的不知道，一看你就能看出来。OK， 这个好也进行了装修，这个的话 frameless，OK、okay, shower 也是进行了装修。无敌海景房，这个不贵不贵，看一下，非常漂亮，有泳池，然后自家的沙滩，出去就沙滩。OK， 一个两层四个 panel 的，而且这个 patio 也是瓷砖，有时候下雨啊什么的不怕水。这家进行了装修，所以这个价钱不贵，1180平方英尺，125万，应该讲物业费不贵。OK， 830才，但是它在 Brandon Beach， Golf Drive North， 这个地点好。OK， 就是无敌海景好，在这儿，125万，不贵不贵。然后在这 Cortez 这块有个这个高速，你就从这儿上高速就走了。这边还有个64号公路，也可以这边就上去了，交通还是可以的。从这儿到这儿大概开车10分钟、15分钟 ，depends on the traffic， 你就到高速上去了。OK， 然后这条街直接走到圣塔门。我曾经从这开车一直到这儿，我还录了像呢。什么时候把那录像放上去？哎呀，时间呢，我总是没工夫。从这儿我开下来，然后这边的停车场都是沙滩，你知道，它这都是沙滩，都是这个沙子的地，你知道停车场，它这都是沙滩，而且这个。安德玛利亚 Island 在这儿 ，Home Beach 在这儿 ，right？ 这个停车场一开车呀，都冒烟啊，因为这沙地的停车场和 Sarasota CS 的 KB 是差老远的，没有厕所，好像这有个餐馆在这儿，在这儿有个餐馆，然后这有个餐馆，它没有那个公共厕所，在这儿我没有，哎，好像有一个比较小，有一个好像是，但 Sarasota 的这停车场大把的，还有冲脚的地方，有水，可以把自己的脚的沙土冲干净，很多设施 ，Little Beach 也有，但这个 Beach 我没太注意，我是。我没有看到，但是在这儿可以 barbecue， 在这儿呢有烧烤的地方，在这儿有个小林子，这儿可以烧烤，在这儿烧烤一次。有一次朋友请我去，我跟他们一起看了一次中秋节，这里可以烧烤一下，然后拍拍照，找一下照个相。所以这个位置哈是这样，它这个就在这个边上就可以停了停车，你看见吗？看见吗？它在路边上可以停车，然后呢，你就可以进来了。我曾经就是在路边停下，我就走进来的。然后这儿的沙子呢，有的地方很好，有的地方就是都是贝壳冲碎了。然后比较扎脚，这个 beach 比较窄这块 ，OK， 非常适合的 beach， 所以是这样啊，介绍了一下这个 beach。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因为攀顶的要75万，2卧2卫生间，那这个划算，这个好像是没有景，如果有景的话，昨天看的也花了75万，没有无敌的海景，但在沙滩旁边 ，OK， 789，这是在 Long Boki， 这是在 Long Boki， 看一下 Little Beach 是什么好房，1000多万的房 ，OK， 这个也能卖掉 ，OK， 1000多万的房，50万5，这个能1个卧室1卫生间价钱吗？对呀，这是第几层？第5层，总共有13层的房楼。看一下这个无敌吗？这个厨具就沙滩可是啊，地砖好，都装修好了，但这个没有这个海景，它是冲着不同的相反的方向。但你厨具就沙滩了，所以它这么便宜吗？我就说它这个价钱都够呛。有无敌海景，无敌海景要100多万吗？120万、140万，这个装修了，大理石台面、台下棚、俱乐部、哎，客厅就是老底，老底啊哈，这是老底，游泳池、沙滩，然后出来就沙滩，这个沙滩也不错啊，没有什么贝壳，比那个浪波厅里的人。比那边的沙滩好一些。好嘞，那这个57万5多大面？980，这个面积好 ，OK。
挺便宜的，OK，这个挺便宜，50万5，它980平方英尺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物业费691，不太贵，可以的。嗯，好嘞，看下一个，这个50万5，这还有一个332万，这32万什么意思呢？啊，有 buy lot，两个卧室，short sale land value，看见没？我说卖 land 吗？land value do not go on property。Seller's attorney and seller will make a decision on acceptance. Make a review for up to 10 days or more. Seller has the right to accept offers at any time. Home is in need of a lot of work, no public disclosure. All information confirmed by buyer. 就一张照片，这个房你要 tear down 盖房，看它的 lot 多大，0.14 acre 是它这个 lot。你就去买一个 lot 了，32万，OK？海上买个 lot，在这买个 lot，它可是在 CSP 上面，OK？它在 CSP 上，这个也行，挺好。然后出来，你要想上船呢，这一定有个公共的上船的位置。但这个在岛上，OK，这都是富人呢、啊，身上住的都是富人，OK。你一到这个岛子上来开车，你就能感觉到。我有一个视频介绍了这个 CSP 开车的情况，大家可以翻看一下。那个题目就是 CSP 那张照片，Number One Beach 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呢在这儿开车，然后上岛啊、上这个沙滩。这条路上，多数的人家都是自己家的门弄得非常豪华，就一看就是富人，就是不同意的感觉。你看到这个邻居吗？也都有这个游泳池吗？这个泳池吗？这是这个一条路，这家房子怎么样？34万，2年前卖的，0.21亩，四个卧室。这个32万啊，2个bedroom 2 bath，你是改呀？你是干嘛？人家接受 offer，你就买一块空地，人家告你了。Value is on the land，嗯，下手你就住在这些富人区。OK，这是富人区，买一块小地在这待着，把你盖成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Utilities，设施的 concrete，你有的睡觉，你家后院没有邻居，在你睡觉的时候这块。不会有人开个音乐，开着干嘛的？这好像是水过滤的地方，你看到那个 Sirius 它进行水的这种过滤，水的这种，那这个味道不会好，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下 research？这块还是干嘛的？反正不像是变电所，像是那个好像是过滤水的地方，那这家不好，有味儿。因为我们在 Sirius 的 downtown 附近有一个处理水的一个地方，哎呀，一经过那个地方就比较有味道，臭烘烘的，所以那块的邻居也不咋地。他每天都是在那样一个味道，这好像康总，6、7万5，哎，它这有景，菲律宾 River，OK，两卧室两卫生间，2006年的房子比较新，那这个算便宜，6、7万5，1700呀，1706平方英尺，物业费716，他这房子比较新，OK，1706的话，面积挺大了啊，别的呢，他在3层楼，总共有7层楼，这个房比较新，挺好，要买房应该买这样的，哎，有那个海景，有那个 bay，他这个是车库，好像不是啊，看这个海景。Bay View 这也不错，大理石台面排加分，这个好像是 Lemonade，看见了吗？Lemonade Floor 它有这个水，这儿都起泡了，所以就建议，如果你愿意用就继续用，用的不好你再换那个 Vinyl Plank 也行，非常简单，Vinyl Plank 就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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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都弄上了。这个promoting 有这个 view 挺好，三个 sliding door，这个好像是主卧房，这个 no 这个是客厅，这个厨房这样子，这儿有个立柜，这个空调从这儿出来，大理石台面台下盆。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ready to move in. 嗯，这是 office，然后呢，两个窗户明亮，right？这是 patio 进去了，这是主卧房，因为也可以去 patio 嘛，有个 access 从这个 door 这个门这块，主卧室还有个大的，这个房间大，知道这个房间大1700嘛，总共面积比较大，这样子的，这好像是 pocket door，这好像是 pocket door 啊，还是把这门撤了放出来有点，这个房间都是哎都进行了装修 promoting。地板这边没有水，主要是客厅容易有水，喝点饮料啊，喝咖啡啊，到沙发上了一下没弄好呀，洒了。所以呢，就是这个 bedroom 的话，就几率比较小一点。好，OK，台下盘这个卫生间，哎，这个比较高档的，哎，这个有 view，这个比较便宜。然后这样进去，哎，挺宏伟。嗯，这还有一个大平台可以在这儿喝茶聊聊天儿，乘乘凉，夏天在这一块儿，哎，它这个比较好，比较好。嗯，车库，然后估计开车可以下船，这也是好消息。因为你这个呢，住了公寓，你也可以把船停下来，在这儿放着，玩船下楼就可以 kayak 了，走了下海钓钓鱼，在这儿都是可以的。这房子挺好，因为你不用打扫院子啊，乱七八糟的搞那些东西，回家就是享受了，不说享受吧，就是说不需要打理这些东西，而且这房比较新。你看，2006年这时候正好是高峰，不怎么好卖那时候房，渐渐的不好卖了，因为有很多这个人已经付不起了啊。716，物业费可以，它的面积很大呀，你知道，1706平方英尺，两个卧室，两卫生间，这样子。还能下船呢，这个，所以这个挺便宜，67万5，这个位置也不错啊，这位置也不错，在这儿呢，这个就下船走了呢，你就从这儿出来，然后呢，再从这儿出来，就到 Gulf Mexico，就到墨西哥湾了，OK，墨西哥湾再往那边看就是墨西哥了，看一下
right Mexico right 然后呢你再转过来从 Cuba 这边转出来巴拿马运河出来这边就是中国了 you know 那你要从这边过呢这是美国 right 在这儿然后再你要是从这边过呢就这么过来的到中国了啊所以怎么过比较好飞机的话呢还是这么飞比较近但它一定要走喽咱们这个佛州不能没有直飞的到中国，然后从这到中国，还是从这儿到中国，还是从这边到中国比较近？啊，这边是欧洲了，这边是欧洲了，Spain，来，地中海，Turkey，意大利。哦，我的地砖是从 Turkey 过来的，嗯，从土耳其过来的，我的地砖从土耳其来的，Made in Turkey。我去过 Israel 就在这一条 Israel，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 Israel 以色列。好嘞，我们再去看我们的房源，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哪个位置？这个开船，你有几种可能就开走了，回中国了。你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呢？我有个朋友的帆船，他说根本就不用汽油，就顺着风，它是自动告诉你导航，然后他想游遍全世界在海上，这不是不可能的。You know, Osprey 这儿没有新的房源，92.5万，这是可以算学区房，这个房也是高档房，2003年的房，2203平方公尺，上卧室，上卫生间，物业费一个月1398。这也是能下船的，好像是，可以看一下它的照片。这是高级公寓，OK。这边好像是 The Landings，这边房卖的也挺快的。这些房呗，它这边有个 Bay 啊，那边就是 CSP Beach，跟我刚才看的房差不多。健身房、游泳池、Meridian Community，就是这个 Meridian，哎，它是在 Osprey，这学生可以在这儿，要近的离学校比较近。但是很多年轻家庭呢，愿意在这儿买房。去上学吗？不一定的。这个是5000多啊，上卧室、上卫生间，出租的费用是5200块钱一个月。OK，所以说看这个房源也能看到，在出租的房子的要价2800，上卧室、两卫生间是这样的房，看一下，一个车库这样的。这房我不太喜欢，比较老，但是弄得漂亮，这地砖弄得好像像样。喂，我地砖可以。看了，它这个是2820这样的房源，2820。OK，然后这个我们刚看了6-7万5，这个确实便宜，这房 OK。大家要观察一下，如果有需要，就给你们拉个单子。这一般卖房卖多少钱？没什么房了，这就哦，在这边还有70万的房，看那房好看吗？两个车库，还行，这个地砖，然后是 French door、double door，装修了，这家装修了，地面是 vinyl plank 还是 tile？我不知道，tile 最结实。OK，我进行了很多的研究，Home Depot 还有 Floor Decor，我都问了他们的经理也好啊，问了他们的销售人员，问了很多遍，证实了地砖比 vinyl plank 好。vinyl plank 我邻居。他在一楼被淹过水，结果那个一片儿，我去他家都把那一片拿起来拎在我眼前看。你看我这个在跟他打官司，我说你打了没有？没赢，律师说什么怎么怎么地，脑袋大了。所以说一楼不建议。如果你要是住在公寓里，因为有洪水的时候，你家面临着地板被淹，这个都进行了装修，这个划算70万，进行了弄得很漂亮是吧？你看，装修的什么都装修了。哎，他这是不是新房？这个 laundry 烫的挺好的，他这是壁纸 wallpaper，这 laundry 烫的挺好，因为洗衣服呢，有的时候要重点洗一下，对吧？这好像是新房，看一下，刚才没注意。2020年房，便宜这房，OK，2000平方英尺，这个房，Macintosh Lake，这个位置好啊，这个可能会被抢，这个啊，这可能会被抢，这位置行。哎，啊，看着这个，它这样，原来这块是块地，这多大的地块？看一眼，地块多大？是吗？0.27，这个地比较大，OK，后边种点东西可以，种点小葱、香菜呀、韭菜呀，放在旁边。这小区很高档，看这家家户游泳池漂亮吗？都是蓝奈，这个70万便宜，看他的邻居卖多少钱？2001年20万，嗯，那是22年前的，看一下这个，2002年的，没有卖的，人家在这里住就是长期住。13年12万7，13年的时候正是低潮啊，13年的低潮，房地产都泡沫，这也是新的啊，75万5，你对比这个，这个是不是便宜吗？75万5，这个人应该等70万，这个是今年年初卖的，2022年嘛，75万5啊，你这个70万5就便宜了，而且面子比你小点，今年年初卖到现在都涨了，我也是年初买的，年初买的，现在周围没有20万以下的房，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的没有。53万5，看一下，这也是好小区，两个车库，瓦房顶，漂亮，湖景，哎，这个挺好，看一下啊，湖景吧，这个 photographer 比较好，他给你圈上了，有些人不圈上，不知道哪房是哪房，你知道，所以说有些 photographer 如果卖房的朋友就要求，哎，photographer 给圈一下，或者你自己知道哪个是你的房，你自己把那张照片给他做一下，圈一下，让大家一目了然，你知道，看就知道是哪个房，在哪个位置，所以说，有些人就比较聪明，有些人就觉得让你这个 buyer 让这个观众来猜哪个房。你知道那就不好，这个 tub 可以 laundry tub 可以改一下，这家都低档的东西。我的从2005年我买的那个 washer dryer 都是 front loader，我喜欢好东西，但是我越买房越破，越买越老。那是有计划的，有计划，有计划呀，朋友们都要有计划。房
买了，比如说你买的高点，2天之后照样的，你要的是 cash flow，这个最重要。你买的是 cash flow，你有闲钱你在银行里存的利息没多少钱，但是你每个月收了房租，你得到的 cash flow 就是一个比较可观。这个房估计能拿到好价钱，看一下，42万5多大的面积，1500，因为它需要修啊，你看嘛，它这个 garage door 的颜色都掉了嘛，掉漆了嘛，你可以给它更改，但是它这 metal roof 好，这家也过日子，看见没？差一个美国国旗。我曾经看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在台湾一个人写的。生意不好，他家生意就是不好。然后他就听一个什么高人指点，说一定要挂一个国旗辟邪。然后他就挂了之后，生意就好起来。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是我觉得不应该编这种故事啊。但他这个屋顶好，OK，多少年50年也没问题。但是他这是不落空，看样子是不落空。再看棚顶，这个是个 rug，这个地方，哎，有游泳池呢，他这个更便宜了。朋友们，这门被抢，这房东被抢。这是地砖，OK，厨房嘛，然后在这吃饭。dining room，他这个大的 dining table，very sturdy，很坐绷是吧？就咱们这个很普通这个比较实在的话。很坐吧，就说来客，然后把这个椅子都挪到一边，然后在这儿还能 party，然后把那个凳子拿过来，可以在这儿吃饭，跟主人聊天，主人做饭呢、干嘛？Right，这个灯是老式灯，可以更改。我的邻居有更改的，我那个 realtor 卖我房那个人说，你这个灯可以改，做那种 assess 的 light。我说是慢慢弄，这个地方好像他要修改还是怎么着，这个都可以改。OK，不贵，买两个那个这个 concrete board，哐哐把这个砸了，你不砸也行。我曾经给我一个房就 regrafted，把这个他这根挂耳朵给它去掉，磨掉，用那种专用的那种锉刀啊，把那个缝都给它。那个罐都刮掉，然后重新 grout it，重新这个美缝，重新给它美缝，美得很好。那个房也给我赚钱了，挺好的。这泳池很好，这儿有很大的这个棚，然后可以烧烤啊、barbecue 啊、游泳啊。这空间很大，室外的。这个高速不太好，每年都要 trim trim，不要威胁你这个纱窗啊。OK，反正他家的东西就比较乱，这些都是小事儿，可以更改。他家做过 fire pit，在这儿烧烤过，这棵树非常不好。有的人愿意在这打秋千呢。有几根行，就这种老的，比如说干的那种，容易掉下来，一定要把它修复了，否则粘你房顶。你看这个，所以说要保护自己的房子，OK？但它是铁房顶，那这种树杈也不好，这种树杈都非常危险。我家曾经有就把我的 driveway 给拦上了，掉下来一个大树杈子，我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但是那很久以前的了。好嘞，我们再看下一个房，这个房应该能被抢，面积也可以1500，因为有泳池，所以它这个价非常便宜。哦，再看一眼，它这个房子哪年的？73年盖的，没有物业费，可以放房车、trailer、船都可以，没问题。它这个 lot 多大？看一眼，0.33，oversize 的 lot，一般0.25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lot。再看一下这个 lot，它这个 lot 多大的，多少乘多少的啊？看一眼，wait a second，哦，sorry，OK，我的玻璃撞，OK，这个，I'm still here，yes，OK，你看它这个 lot 多大，它这个 lot 是这样，you know，you click 这个 dimension 97，好宽呢，145，后面没邻居是一个 no，后面没邻居，这儿也还有个通道，就说这儿电线，电力公司用这个钉电线杆或者什么，或者有个河流在这儿，不知道这是什么。Wasted land 哦，这就是干嘛？这就是排水沟在这儿，这边的地势一定低。OK，wasted land see，哎，你这后院没有什么邻居直接跟你家，没，这是墙对墙，you know，这个，所以说这个挺好。OK，这个不错，这前面宽呢将近100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什么？dimension 在这儿，lot dimension 103，后边97，前面宽，后面窄，深度是一样的，145。这个房能被抢，停车你看能停几辆呢？一辆、两辆、三辆，能停6辆车，然后在这儿能停房车，能停 trailer，你知道？所以这个房也挺好啊，这个如果你觉得这房好，别错了，赶紧把它抢到手。它就是这个车库的门，刷刷油。再看一下它的具体数字，我今天为什么又回来看这个？多看一些信息，给大家一个比较 block 是大口，所以说这个是 block home，不是 free home，没有 HOA，没有 deed restrictions。Home is a fixed upper，yep，with great potential make it your own。所以这个价钱就便宜。如果现金40万是否能抢到？Good luck，必须动作快，要想抢到现金你必须要快。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啊，经济的话。不是准确的话，我已经验证了很多遍。在我今年年初，还有去年年底买房的时候，我本来当天晚上写进去一个 offer，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经纪，我说你有 offer，他已经收到了2个 offer。我结果一去看房，问 seller 就在家，那个 agent 没有去，我问他你接到 offer 了吗？他说听说早晨接到了一个，我说那是我的 offer，我说你接到其他 offer 没有，就这一个。而且经纪跟我说接到了2、3个 offer，所以经纪是在撒谎，有很多骗局，不懂买房的不要以为你很聪明，直接去找 listing agent，他会骗你。OK，你不知道怎么说话，所以你会被骗。人家骗了你什么，你还觉得便宜？所以好多的买方去找 listing agent 直接买房的，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如果有经验，哎，可以；你没有经验，你认为你买便宜了，不一定，不一定。OK，经纪都有很多招数的，我跟大家说过。所以59万9这个房看着漂亮，2002年的房，这个房也挺好，看一下三个车库啊，朋友，这个也挺好，就是比较吊远，离市中心比较远一点，游泳池，这个能被抢，朋友们，上次那个嘛，跟大家说那个40万9的游泳池，2天之后判定，看一下这个多大面积，1700，这个也挺大。59万5，OK，这个能被抢，这个很快被抢，一看就知道，在这儿 OK 没有多少，没有多少邻居在这儿，
后院没邻居，OK，没邻居。而且这个位置呢，这边就是那个 county 的 offices，就是 county 的执政部门，这边是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社区，OK。然后呢，这边对面就是高级的，都是上百万的房子，全都在这边住。而且这边也是豪宅区，OK，上百万的房子都在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很不错，OK。这边出来一个新的这条路啊，这么走过去，这个房比较便宜。你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啊，看一下什么呢？没有邻居哎，有游泳池，OK，这房比较好啊。大家这个你应该心中有几个房子，然后你不断的比一比，不断的比啊，不断的比，不断的跟你自己看到过的想买的房不断的比一比，150万这房。你应该得想，看一下它的湖景，OK，这个房非常漂亮，看见了吗？屋顶还景，屋顶湖景，这可能是160万那个降价那个样板间，对，黄北趟前两个月吧，前3个月他妈160万，这个降价了，降了10万块钱，OK，看这是屋顶的湖景，OK，是不是屋顶湖景？不是屋顶，那我看错了，不是这个，它是在这附近有一个屋顶湖景，好。那这个的话呢，有点比较贵了。这个，它这个有点比较贵了。这湖景不是很多，那我不推荐这个了。这边，这边还有一个50万的房呢，这一定地很大，真的地很大，1.66亩。那这个好，UTC Mall 就在这，OK。这是国际划艇比赛的一个场所，这是 UTC Mall 买菜呀。然后这块就是那个，就是 Whole Foods 在这边，非常近，什么都非常近。32万9这个 Town Home 你是Town Home。这边社区定而就是 shopping center 非常近，这个我就在这边住，这边有房在这边，你看这个对，就在这儿，对面 Walmart，然后这有 Farmers Market 就在这个小区，这还有一个2块钱的电影院在这儿，现在是不是2块钱不知道了啊？这有个电影院在这儿，他就播放那些老电影，便宜2块钱是不是还2块钱不知道，怎么这样？那只要38万5，看看这小房，1000平方公尺，没有车库，但是有奶奶 massage 的，没有车库，小房在这儿啊，看一下后边没邻居，driveway 挺多，可以停车停船，这家停船了，看见吗？后院干干净净。这是放狗的地方，也许啊，有一个小圆儿，这个是不是大理石墙面？我看出来，这种冰箱挺好看，没有水的那种，不脏。那水里的有的时候都灰啊，有的长时间你打一看，哦，里头好脏，你要是进行清洗。有的这个冰箱里头可以有这个接水的地方。这个房子地砖可以30多万，30多万这个房子，哎，弄得行。这个是 patio 还是这个什么？这是地毯还是什么？看不出来，它这个就是外边嘛，这个 siding 嘛，是不是？它改了一下 laundry room 后院，它用这个地砖搞的，一下子也挺好。它这个是电，对，这个电拉进去了，然后这儿有电，这儿可以接电源，你知道？可以就是说电饭锅呀什么，在外面做饭呢，这儿不有个台子吗？这烧烤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啊，就可以把电接来了。这个电风扇，对，是这么回事。这儿有电，说这儿是有电有水的地方啊，有没有水不知道，就是说。水在这边，对，都是可以的，就功能齐全，烧烤啊，洗洗涮涮呢，都有电有水，OK，挺好。这个比较便宜，但是那个更便宜，觉得那个游泳池那个啊，没有物业费。好吧，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哈，说的够多的了，150万的房你看，看一眼，这个就划算，因为它在这个 I-75 的西边，这边就靠市中心，靠各种网点比较近。你看嘛，这是它的地，游泳池也有这个空间，室外的空间，哦，有，它有电视，室外的outdoor TV。然后给你个这个，离这非常近，在这个啊，这也是个小公园，有好多骑自行车的、溜冰的、跑步的、遛狗的，这个地方也好玩。OK，也是个好玩的地方。它院子要进行割草的，一定要有 ready mower，拖拉机似的，就是割草。它这房还行啊，你看都进行了装修，150万的地带，这地非常大。哎，大理石台面、台下盆、洗衣机、烘干机都弄好了，然后有个 deck，自己家很私密，在这儿你知道，离哪儿都近，离沙滩、开车。20来分钟就到了。它这个树啊，定的这个，它这个是定上去的。我家那个树是要上去一个大绳子，弄上去的。这个开车进来，是你的自家的一个后院啊。这样游泳池挺好，这个150万还行。6米免的房，看一下，这是 block home 吗？在哪儿写的呢？这是写的 block concrete 的，对，它这是 block，看得出来是 block，它这是 block home。你看，总共面积2200，然后 total area 是3645平方英尺。OK，行吧。今天呢，我也想看盘顶的，有点累了。今天房源比还算比较多是吧？看一下盘顶的吧，想的很多了，有点想累了。142万5的，看一下几天盘顶的呀？5天、4天？哎呀，我猜的挺靠谱的啊。这个房119万，这个6天、4天，man，都是10天，看见了？海上的房啊，
海上的海岛上的360万的房，几天盘点？10天、50天、2月讲的，他那比较贵呢，600多，360万，对，75万的房盘顶了吧？告诉你呢，盘顶了这个房啊，这个60天呢，这个现在有点事儿，他为啥呢？看一眼，你刚说的，就在这个对面呢，沙滩的美国 number one 地质沙滩，因为它是2卧室一个卫生间，他为什么呢？盘顶60天盘顶，还是屋里有东西呢，烂了，看一下，没有东西了，他为什么盘顶没有屋顶还行？他是2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你知道？不是2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他这是做 Airbnb 的，你看他装潢的，你知道？然后看的景是这个停车场，然后对面是沙滩，你知道？这个就不理解了，为什么？Anyway，我可以继续看一下，再看一下这还有吗？57万4的这个房，好像是这个房就算了，一天就翻顶了，天哪！3卧室两个卫生间，他在downtown附近，一天就翻顶了。屋里像不像样？外头看那房不太打眼儿，屋里头全部装修的地砖呢。我们都愿意看新房，旧房的话也得是那个骨架子比较好。这一天就翻顶，89万9这个几天翻顶？10天、21天。这个呢，82万5这多少天翻顶？5天、39天，有点事儿，这个贵了，房子贵了。70万9这房几天？10天。My God，130天。这个房59万2这个房看一下，几天翻顶？价格也没看着，最近没看着，30天，三天盘顶这房啊，地点好，you know I told you，这个位置好，就是因为它在海边附近。高富帅的，这是上去就上沙滩，这位置好，3天盘顶，you know，估计被抢。54万9的这个房，多少天盘顶？16天盘顶，这都不错的，you know，16天1个月之内的盘顶都不错的，没准还都现金，你知道？50万9这个房，这个房也盘顶挺好的，18天还行，可以的，只要价钱标对了，那房应该卖得好。对，你卖的就是这价钱就标高了，姐姐20万9保证，咵嚓就被人家抢到。这是什么小破房啊？看着样子登高了，这价钱。60年的房，720平方英尺，你不得在市场上挂的时间长点才能卖出去？70万9给看完了，34万3这个房，10天6天盘顶，看这判断一下自己的判断力呢，多少天能攀顶？这是那什么地中海式的房，你知道这房的形是这样的，不是有很多人喜欢这房，欧洲式的这小房进行装修了，但它挂的价高啊，才984平方英尺，所以它有点高估自己的价钱了，你知道？那你就在市场上多贴一阵子。会有投资者或者买房在很多天之后给他压低价钱出一个 offer，这是新房46万，92万5这个房啊，在这边豪宅这块攀顶的。我跟大家说过这房，我说这房太便宜，6天3天攀顶，看见没有？跟大家强烈介绍的这房，3天攀顶了吧？绝对的，我说的这话，它这里都是百万豪宅，你知道吗？去年卖一个房130万，就这个小区，你这个多便宜啊！它那2400平方米，你不就差500平方英尺吗？你这个在这个大院里，因为卖地都80万呢，你这个 lot 35万，然后现在这边的房子 poverty home，对，Poverty Home，他卖的房起价就80多万起价，你知道，你那个地80多万再加35万，那不110万？这房怎么告诉你便宜就便宜？3天盘顶了吧？所以要听我说的话，看我说的话对不对？对呢，你就相信；不对呢，你就说我说的话为什么哪个地方不对了？你再进行一下，给你纠正一下，你哪个地方判断的对还是不对？我哪地方错了？我为什么错了？还是我没注意哪个地方？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Good night，拜。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